大家好，我是 Peter。 那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的，我终于要做这一个 X Pro 3的长期使用心得了。因为我昨天呢刚好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在下个月的9月中富士要举办他们新的发布会。那很多消息指出这个发布会呢会公开大家已经期待已久的 X Pro 4代，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说X Pro 3这台对我来说这么特别及重要的相机，如果我没有在四代出了之前呢送给他一支影片来介绍他，那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这支影片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 X Pro 3两年多的一个长期的使用心得。我那个时候会买这台相机的渊源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在找一台专门可以让我拿来拍照的相机，然后刚好呢就看到富士有这一款，然后就深深被它的外观吸引了。没错，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外面帅我就想买，后来使用下来我觉得这台相机真的算是非常的完美的解决我的需求。那我也觉得我不是说买了就放在那边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我跟我之前喷的那种 X100V 跟风仔还是有点差别的，好不好？所以当下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找一台可以好好的拍照的机器。那会这么说的原因呢，是因为这台相机当初出的时候其实它标榜的就是最纯粹的摄影，那这个是富士官网自己的宣传口号，这不是我瞎掰的。那实际使用起来我也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这台相机它给你的东西就是只让你拿来拍照，它不会让你拿来做一些其他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你在找 CP 值最高的相机的话，这台绝对不是那一个选项。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同时也让它招来非常多的骂名以及不满意。很多人会说它的设计非常的不好啊，就是身为一个旗舰机的角色，但是却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功能，有些功能又很鸡肋。那在这支影片接下来的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些缺点的一些看法，解释这台相机的所有缺点。那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我喜欢你的不完美。这听起来很像什么中二屁孩的深情告白，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就是这样子，让我一一来解释为什么。那首先我先来聊聊最令人诟病的这个小 LCD 的荧幕。那我自己是不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这个荧幕，因为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卖点嘛。那它那个时候卖点就是让你拍照的时候很像在用以前的底片机，后面可以塞你正在用什么底片。那我觉得这个设计呢其实是非常有巧思的一个设计了。那我同时也非常的享受我用不同底片模拟的时候它下面会显示不同的图案。对，我知道这样子没办法让你直接的看照片，直接看荧幕，但是这不就是他们设计在相机的最原始的初衷吗？他不希望你把它用的跟一般的数位相机一样拍完就看拍完就看，而是更多的回到纯粹的摄影的体验。你在拍的当下你就好好的在那个当下就好，你不要一直在看你的照片。再来是这个下翻的设计，老实讲我还比较喜欢这种设计，比起像 X100V 或是之前旧的 Sony 的相机那一种翻出来的设计。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平常这样子用这个荧幕拍的时候通常都是放在腰际嘛，然后我从上面往下看，那这样子的一个腰屏的摄影的体验，如果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用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荧幕设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动作翻下来我就可以这样子看着我的荧幕了，不是像之前我是要拉出来然后还在调整角度。当然我知道这一个荧幕呢有传出非常多的做工问题，那我也希望我这边不要遇到啦，因为这种事情很麻烦。但是做工问题这种东西呢，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人品跟平常使用习惯有关啊。那这并不是说我要跟大家说我人品多好，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遇到的我也是真的就认了，我并不会觉得说这台相机设计的不好还是什么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之前好像没有在频道上讲过，但是如果你有在关注我的 IG 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我去年的大概三四月吧，买了一台 Context TVS。那是一台底片相机 35mm 的底片相机。那台相机我在 eBay 买的，那个时候买的时候还特别挑那种品相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mint 加加，然后基本上看起来就是非常新的二手机。结果买回来拍三卷就挂掉了。那这台相机也是出了名有一个排线的问题，那个时候买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注意到。但反正后来呢我就想说继续大陆修，因为那边感觉比较便宜一点点。但是这个相机呢就在寄过去的路上就消失了，那目前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消息。那当然我现在看起来我是觉得说你就我也不会觉得特别可惜啦，因为现在底片我也是真的拍不起。但是在 Context 给我的一个教训吗还是经验，就是说你买这种东西你真的就不能预设它不会出问题嘛，因为他们都是电子产品，他们又不是像以前那种
Nikon 的 F2 那种基本上可以拿来拷人的相机，在用的时候就也是只能时时刻刻记住这件事情，然后尽可能的对它温柔一点。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做工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它真的设计不良啊，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运气问题。如果真的设计不良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去做召回的动作，而不是就这样子让大家一直去干掉这台相机。Hello， 这边打扰一下大家。然后最近呢，开启了频道的会员，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支持这个频道或是支持我的话，都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只要成为频道会员，都可以受邀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和我一起聊拍照，还有聊音乐。同时呢，我也会提供我线上商店的折价券。所以如果你是本身就有在观望我的数位产品的人，别错过这个好机会。那同时，如果你之前有购买过我的数位产品的话呢，我也会在近期送出加入 Discord 群组的邀请。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以及支持。那我们回到影片吧。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已经分享过非常非常多遍的，也就是富士的底片模拟 Film Simulation。 其实我那个时候买富士的时候，我刚开始也不知道说它有底片模拟这件事情，我单纯只是想说，这个机身比较轻。那是玩了一阵子之后，有其他玩富士的朋友跟我说，你玩富士你应该用这个 recipe。 然后后来才发现，哇，这一个坑很大，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项啊，还有滤镜别人已经设定好了，你可以去参考，你也可以自己玩出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我觉得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才算是真的解放了我之前对于拍照的一个固有的观念。我之前也会觉得说一定要拍 RAW， 但是跟朋友出去如果只是简单的 hang out， 还要拍一堆 RAW 然后再回来修，那这样子做久了其实就会变成说在逃避这件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到最夸张，甚至是我可能就是一个月才去把 RAW 拷贝到我的硬碟里面，我甚至不会点开来看，因为这个用起来就非常的痛苦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这些照片我拍了我也完全没看过，然后我就直接丢到硬碟里面，然后把它给雪藏了。那这样子拍这些照片要干嘛呢？我当下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只拍 JPEG， 然后我就只拍 Fuji 的内建的 JPEG，反正它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其实让我更喜欢带这台相机出去记录生活，而不是每次出去回来都有满满的图债要还。那这样子拍摄起来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我现在使用的方式比较像是我平常也都会带着它出去，但是我大概可能两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我才会去把那张记忆卡的照片给拉出来放到硬碟上去做备份。这当然是因为我懒了，但是这样误打误撞的结果就造成说，我每一个月或是每两个礼拜的时候回去看说，我最近都在干嘛的时候，就真的会有一种那种底片的感觉。因为当我们在拍底片的时候，我们拍完都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去洗嘛。那我觉得这样子中间的一个等待，其实可以让这个照片很好的发酵，然后事后再回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中间这一个空白的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那我想这也是富士说的纯粹的摄影的一部分嘛，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因为我就变成说我不会每次拍完都想要回去赶快看这个照片，我有时候就让它放在那里一两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那这样子的方式让我觉得我更愿意用这台相机去记录还有感受我的生活，而不是为拍照而拍照。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从技术层面的角度去看这个底片模拟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它的底片模拟其实真的是做的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在曝光照片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往上曝往下曝，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像平移的亮度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底片模拟它真的有给我一种跟我们今天在拍底片的时候 push 跟 pull 的感觉。今天你在这个Fuji上面，如果你曝光补偿给它调正一档，它真的就会随着你的正跟负去改变它颜色的那个浓度的感觉。那这个就很像我们在冲洗底片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冲洗的店家说我要正一档还是负一档的那种感觉，就不会变成说它只是死死的一个数位的颜色的平移，它是真的有一个你要说演算法还是公式去帮你处理好这个颜色的转变。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使用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那这一个部分呢，我想要来聊聊这台相机给我的一些反思。这台相机除了改变我很多以外，我觉得它同时也让我认清了很多事实，尤其是在接触到富士的使用社群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很厉害的人，他们不是因为机器厉害而厉害，而是因为这一个东西让他们更想去做创作这件事情而厉害了起来。那这就让我回来反省我自己，说我之前其实也是比较像是所谓的就是器材党，
那我就是喜欢收集器材，我会觉得说我今天买了 A7S3， 我买了什么什么，我就可以跟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创作者一样拍出非常厉害非常好看的画面。但是我用在相机之后，中间的一些影响还有我使用后的心得，反而是让我觉得说相机真的是带着出门比较重要，然后你选一台你顺手的比较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平台根本也不需要这么高规格的东西，像是现在 YouTube 也都还是 8bit 的影片，然后大家现在每天都在讲说自己要拍10bit 422，然后要用什么电影机什么的，那其实我会觉得说真的是蛮没有必要的，就是非常的 overkill。 那再拉回来富士的相机为什么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台相机它是做给你真的想要买的人而买的，而不是说它做出一台 CP 值最高的相机，然后想要尽可能的去瓜分掉市场上这一个需求的那块饼。那在这个大家都在拼谁底比较大，谁光圈比较大，谁对焦比较快，虽然已经快到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必要再更快了的年代里面，大家还是会一直去追求这件事情，那就会让我就觉得说，哎，那你追求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干嘛？那就造就现在很多人买相机都是为买而买，他们会觉得说，哦，我现在买最好的相机，我买光圈最大的镜头，我就可以达到什么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人的手段啊。那当然我也理解有些东西真的有它贵的需求，但我想表达的是，你如果没有需要用到那一个的需求，那其实你真的可以不用买那么好的，而是更知道说自己需要什么再去买相对应的产品就好了。这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例子是最近才发生的，大家可能也还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在频道上讲过这件事情，那就是我现在在录我的这台相机，现在是换成ZV-E1 嘛。那我之前是用 Sony 的 A7S3， 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A7S3 这台相机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重了，而且那我需要的东西就是轻便，然后可以拍 4K， 然后如果10倍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因为我有时候真的会需要很大的调色的需求，但是我也不会说一定要非常高的422，我其实自己来拍我都是用10倍420而已，所以我就果断的把那台相机给卖掉，然后买了这台相机，结果我还赚了大概13000-14000台币。那并不是说那台相机不好，而是说现阶段的我已经没有再用那台相机去变成甲方欢乐机，在甲方前面在那边嘻嘻哈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果断的换了这一台。那你说是一个降级吗？其实并也不是啊。简单来说，这一串想要表达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买了 X-Pro3 之后呢，我真的发现就是拍照真的不需要这么的复杂，你不需要买这么多的设备才能拍出很好的照片，你要的是找到一台你喜欢你用的顺手的设备，你负担得起的设备。但是我非常的庆幸就是在买 X-Pro3 之后，我知道我自己拍摄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也一直在尽可能去找到最适合我的器材。那我很高兴富士在做相机这件事情上，至少 X-Pro3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他就是做一台他觉得说，哦，这就是纯粹的摄影应该要有的相机。那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的 respect。好，那最后的最后呢，还是不免俗的，既然 X-Pro4 要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我希望这台相机有什么新的功能以及没有什么新的功能。老实讲啦，我觉得这台相机我真的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我觉得 X-Pro3 基本上它就是给你一个大大的宗旨，就是说我就是想这样搞，我就是后面要放一个小萤幕，不然你咬我那种感觉。如果 X-Pro4 又换回去一般的那种萤幕的话，我会觉得说，哎，之前的骨气跑去哪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对 X-Pro 是期盼吧，我觉得比较像是材质上的期盼。对，虽然没什么用啊，首先是材质上的一个选项，我觉得它之前有出这个 Dura Black， 然后也有出一般的版本，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我觉得它如果可以再出更多的颜色的话，我会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再来是就是它的底片模拟的功能嘛，它如果能再推出新的底片模拟，像是 X-T5 上面那几个我们 X-Train 4还没有的底片模拟的话，那我觉得也会还蛮棒的。然后拜托拜托，那一个小萤幕真的我是希望不要改掉啊，尽管它有再多人讨厌它，但是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这个设计的，因为它真的长得就很骚包啊，就是一个像苹果 Touch Bar 那种感觉，就是你说看很帅没什么用没有错，但就很帅啊。那当然如果它这个萤幕的转轴呢做工可以再好一点，让一些比较粗鲁的人或是运气比较不好的人可以不要再被这种北南的事情给毛到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这台相机就算是功德圆满了，好不好？那不希望看到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直想要有的那些东西吧，就是 IBIS 啊，更大的电池，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在 X-Pro3 根本不是问题。那我这一台相机我基本上每次出去拍照我都大概一个礼拜充一次电而已吧，
那我拍照的频率还算很高的，我都不知道那些一天需要拍掉30颗电池的人到底是怎么用的。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没有希望它变成什么更大的电池、更好的续航、更好的 EVF 什么的，我觉得那些东西基本上其实都没什么差，就是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它一直给你新的科技，你就一直觉得你需要，但其实你拍的东西还是这样袅袅的，你还是拍一些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也不能赚钱、不能干嘛的街头摄影，那你追求那些那种行业的标准到底在干嘛？我觉得我们这种兴趣阶段的使用者真的没有必要用那么好，因为你用半天你也只是跟一群有兴趣的人在分享而已。所以我觉得说 X Pro 这种兴趣的机器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开开心心就好啦，不用要求那么多。它可以就是改一些软体上的东西还有外观，基本上它上一代延续的经典设计呢，我觉得可以把它留着，就不要变成说它又拔掉又重来，就变得很四不像那台相机。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台 X Pro 3长期下来的一个使用心得。那我知道我没有 cover 到太多的这种比较数据啊，或者真实使用场景的一些心得，但是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不比参数还来得不重要，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也让大家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相机，然后去享受摄影的这个过程以及乐趣。好，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再帮我按赞并且订阅一下。我是 Peter， 我们下次见，拜拜。